这是王地宝吗？他怎么带着宝娘的皮，还穿着军装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明明已经被卓不凡杀死了，我亲手摸过他的尸体。 地宝，你是王家洛？没想到在我的剑下还能投生。卓不凡，放下你手中的剑吧，否则你的荣天领将从此不复存在。地宝，快将他手里的罐子抢下，那个才是最重要的。卓不凡，你若不想我开枪的话，就此刻弃剑，交出手中的东西。 丁副官，将此异行命案凶犯，且妄图盗取大清宝藏的荣天灵弟子缉拿归案。如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胆小，带师娘他们先走。都别动，再敢上一步，这东西谁都别想要。 葛太兄，让人将这些残片全部都收集起来，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。嗯。